记者曾乃向嘉义报道，嘉义县鹿草乡民陈富捉捐赠三头幼鹿给鹿草乡公所，圈养在公所后方的鹿园，今天由县长张华官、鹿草乡长杨秀玉等人揭幕。不只是鹿草，交通部观光局、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引进四头幼鹿，圈养在番鹿乡出口游客中心后方的鹿园，将择日放养至一旁与鹿子角永久屋竹鹿社区接壤的小型生态公园，增加观光亮点，让游客到竹鹿能真的看到鹿。阿管处游憩科长何俊聪表示，竹鹿社区周边早年是邹族人围猎鹿群处所，民国98年莫拉克风灾后，山上的族人迁居至县府新建的竹鹿社区，市集与巷道都可见梅花鹿意象，却没有真正的鹿进驻。阿管处规划的小型生态公园内有凉亭、绿树，将持续观察梅花鹿与人群互动情况，择日放养到生态公园，让游客到竹鹿社区不仅看表演、品尝邹族美食，还增加亲子共赏梅花鹿乐趣。